是那个装嫩的。是呀，算可以。请问你第一次来阿里山有什么感想？饱，吃很饱。有，也吃很饱。我来两次了，我一样是吃很饱。你有饱。哇，那怎么办？我为什么回答你？你要跟我说饱。所以等一下这边也是个点哦，也要拍一张哦。阿龙赶快进来啊！在动静啊！好了，笑什么笑？哎，隐形的呀？对啊，是。哦。真的？这样子，来一半下，好，出来放下来。那我要拍了，爸爸。啊哈哈哈！哼，被嫌弃了。有没有说好可爱？本来就可爱的。你说你呀？豆瓣啊，嗯，你什么时候放松的豆瓣啊？这样，豆瓣啊会较厚，你别想啊，会先厚，较肥厚的，心较肥厚。三。不然来这边拍张怎么样？对啊，没有人理我。很可爱，对，来。三张，旁边。随便换，来，三，二。啊？可以。笑什么笑？可以，很可爱。毛毛虫，毛毛娃，拜拜。好，过去来。啊，我拍不进去了，好，拍你们就好了。哎，哥。不用，现在那个对焦拍照。好，我换边。干得不要换。对焦，不用对焦了，拍照。观众们爱哪不认黑门人。有好。不，妹妹哦，很捧场哦，妹妹。哪有敷衍，这是很那个，觉得爸爸很酷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对啊，相机很酷。对啊，是相机很酷哦，不是爸爸很酷哦。是觉得你酷，是觉得相机酷。哎，好。没关系，走到哪边就拍哪边，对。补充元气，反正又没有我的位置了。好，看我这边，来三、二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为什么不能？好，随便。好，来，我要站哪里呢？没有位置了。来三、二，好。喝水。我的那边是坐。还是跟那个叫加？嗯，那又加了。嗯，你有加油混我有看到。就我流汗而已嘛，我搞什么？流汗啊，我汗流比你多，外套都脱掉了，你还没穿外套。他根本就没穿外套了。嗯，我被这热风吹走了。有啊，他在那个阿里山车站就没有穿外套了。我不清楚的，按那多。真的，那就是我最虚穿最多的。你要不要去量那个栏杆那边帮你们拍一张？栏杆那里，为什么不要？来，妹妹去栏杆那里。好。
OK OK， 来，一二三，再一张。1 2 3，好。来一张好不好？来。1 2 3。好。这茶款也怪怪的，就自由粉，跟一般无同啦。这他们就是进口的那一种。泰国快木吗？不然现在台湾没有不能采的吧？哇，你看那个神木。好，神木拍张。想去的有没有举手？那也不是神木，树根而已。树根拍一张，可以啊。你们家人怎么捧场？三兄弟呢？快点啦！三兄弟是这个啦。在一棵树上面长出三根，就叫做三兄弟。这代表这三棵树是兄弟。The Three Brothers。好。还有一个女生，对，有人帮我拍最好了。四姐妹，她怎么又变成？对，你是女的。好，来，看我家，来，帮你写几张来。三，提出快点来。三，这叫三兄弟。好，来，三，可以，漂亮。金猪报喜。看三只猪哦，有一只山猪哎，来看山猪，快点！对，来快帮你们跟山猪拍张，对，山猪头，快点过去，谢谢你。李桃来，摄影师来，好，哎，高低，等一下再抱来。快点，山猪，快点进来！你家就儿子啊，然后去抱妹妹了，来。一，你有没有山猪啊？三。好。好，妹妹过来。我们在旁边对。还是蹲下。一，二，三。蹲下来要。好。山猪哈。山猪头。哎，现在谁回头了？好，走了。加几下刷低哈。哇，哎，跟你很猛的样子呢。嘿，对吧？好像钢的。哦，看掉，这家是钢的哈，内行厉害哈，有点贵。以前不是有了爱心吗？在边了哈。断掉了。爱心断掉了。对啊。你们来的时候应该还没断。还没断，对。来，我们来拍一下，永结不同心。好，来，永结不同心，快点！他以前是永结同心哦，爸爸妈妈拍完以后他就断了，不晓得为什么。一、二、三 ，OK。再一次啊，换个位置，来，拍呀，好，这样，来这样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可以直接走下来，我帮阿妈直接拍，小英小过来。来看家哦，三、二、哦，
也是有一脚哈。来，你想要独拍，快点过去。我还要走过去去看那个神木。对哦，反正我就是神木嘛哈。对。然后问一下阿布海人。4500岁的那个。4500岁。哎。你那时候可能是一个土太后吧。我这才打五个。本日以曲目，以伐木，哪里？他们是有一个什么树林？这边可以哦。来，那个每个人给我爬到树上，我们往上拍。你 iPhone 借我。哇，有没有很漂亮？看上面来。啊，前面那个才是、啊。再往前走，再往前走。这个超广角，这里超广角。我要选起。好好好好。对啊，抢菇的那个树、啊。快点快点，来来。前面啊。前面有来前面有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那个不够专业来。那个抬头看天的可以再看我一次来。三二，看天无语问苍天，好漂亮。做锅台戏，无语问苍天。在这里来。小朋友站前面。小朋友站前面。来，好，看镜头，看我们塞物件无？目睭看清。看这边哦，看这边哦。来，来，开始哦。看看上面还是看 iPhone？ 看上还是 iPhone？ 好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哇，酷嘞，酷嘞！哇，哦，爸爸手机真棒呢。好，来来来，一样一样一样，站着来，站着站着站着，都可以啊，全景的，好来，这个有全景，来了，三三二，我们有全景哦，但是我镜头往上带就好了。哇，哎，捧场一下嘛，好，可以了。对，知道爸爸在敷衍。敷衍一二三号。四五六七八九十。这太太陡了，不会的，小皮啊，是有你的事吗？你现在一直被纠正，我觉得要受挫。哦，花在十八早餐看了蛮滋味的。不要按着，等停再按一次就好了。哇！你们配合得真好。哎，让爸爸拍你们是什么态度？爸爸很有反应的。哇，这
好，我会把它剪进去，没关系。我要不要重新再大声？可以。现在突然不想。对，杨小板呢？比较想边啊，我人卡对，我对想我袂使。霞雾山呀。上面更不会淡，你妈妈背就好了，啊，你帮忙咖啡，快。我可以再泡面。哈哈哈哈哈。我看到那个菜头，哎呀，够滚哦。嗯，这看起来这种菜头，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这上面菜？唔知道是炒啊。哦，炒啊。炒我都唔，我都唔知咩啊。三葵。三葵。虾米？它根在下面。哦。哎呦，那个 feel 呢？我没看过三葵长什么样子。因为笑死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是没看过它外面长什么样子啊。哦。你要搞龙眼了？啊？我落铁锤，嘿，它不是这引导的，那什么？木兰，啊，木兰花，嘿，木兰花，味道都被妹妹吸光了，我都吸不到了。好特别，没有看过这个木兰花。又要喝水，刚师傅来喝。你有没有来过阿里山？没有，没有，好，我来过了，好。来是不真甜嘛？呀！下一站，寿正宫。那到了，行哪哪行哪后，这是正宫啊！咱坐坐高点，排位下来，个呀都过来。好，再开好行哈。现在脚头袂卡袂遐骨，真湿脚。嗯。你是阮厝头，敢若无啥树生树叶。这树侪人行吧。有人在偷偷看。对啊。啊，所以有啊。你阿伯老嘛，阿干嘛，干嘛干嘛。你厉害啊！八十外岁啊。哦。行完了，你要紧嘛？还是可以啊。我有点来是叮当。这是唯一走下去的动力，因为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。你这样一直讲，我这句一直要剪掉，很烦呢。哎，那个，一，来，我你要慢慢点好啊。刚才还好呢，还好，还好学生啊，对，无生，无生，哎，哎，不舒服啊，不会，没有，你们一定吃东西还好，你好，对吧？这现在叫做什么？快点来，谁去阿嬷旁边？应该是有松鼠吧。啊？什么东西回应？因为它应该有松鼠之类的吧。
可以啊。对啊。可以呢，叫他去开车过来载就好了。那田蜘蛛山啊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猎人，他刚有在战斗的时候，那个在看戏的。后刚有个乌鸦在看戏耶。那你等一下。有点雾气的感觉哈。铁锤，你把僵尸拿出来给你妈钓。这是什么宫啊？遐？不知道，什么宫？寿正宫遐。知道拜神。我们俩去那里拜拜。好。我觉得很仙气。是啊。我要有，我要很鲜的、哦。我包包要放下来。飞天仙女，它跟仙女一样了。哦，先背影来一张。没有很仙的感觉是我的问题哦。那你要再正面一张。现在要达到的平衡，就会大家整个。啊，有来过啦，然后那个庙旁边穿过去啊。拍不出仙，是因为人的关系吗？是没有那种仙气的地方。你可以对焦对到后面。对后面。对。你后面太暗，它应该雾气也拍不出来。来，那你坐就放开，放开。我们的啦，拿着就好了。大哥，你好，可以帮我拍一下吗？你要哪个角度？刚刚你。啊，你要是给他吗？来，给你拍。啊，给他哦。哎，这边张，这边张。两张。这也可以拍。这样好像还好。对。好了，我拍一下。嗯。可以光光啊！快到一下吧，这条边。哎呀！左董饭玉米。啊？到那边还要半个小时，我赶快避开。在抱怨。不是，你要找一个最轻松。